4点半，这不抢第一个吗？还早来了以后，发现有人排队，第二个。没有，因为平时上班也要早起。没有，很简单。都去上班。因为我姐她不就是5月20号，然后我就选了一个24。因为这些重要的节日太多了，放在一起一天就全过了。我想把那个我们的节日写一下，然后我想给她们写一个生日快乐的祝福。